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新城露营区，我们这一次呢是 Melody 的首次露营哦。上次加罗湖那不算吗？那个应该算吧，但那个比较困难，这个你要自己搭帐篷啊。你看这边还有让小朋友玩的玩沙区，还有这个荡秋千，这边还有一个弹跳船，我等一下玩。真的假的？那个你不能玩吧？它这边啊有分成几区，那边有一区，然后中间有一个让小朋友玩水的地方。我们这一次租的呢就是这个 B 区跟 C 区。我们会选择在 C 区呢，是因为这个地方离厕所比较近，要去厕所的话就会比较方便。它这边每一个营位都还有附这两个插电孔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厕所。我们这次会订这个营区呢，主要呢就是因为它的厕所我们觉得比较干净比较厉害，你比较可以用，所以我们才订这个营区。走，我们进去录。这是它的淋浴间，还蛮大的，这是有淋浴的，洗发精都有，还有一个置物的架子，衣服就不会淋湿。这里还有一个化妆台，这浴室还有吹风机，还有小朋友用的洗澡用具。厕所也是蛮干净的，它一区就是厕所，也都蛮干净的，很新。来看看我们租了哪些东西。这些是我们租的露营的用具，有灯条，有天幕，卡斯炉，露营灯，还有冰箱，还有帐篷也是租的。那我们自己带的就是有桌子跟椅子，帐篷是跟朋友借的。这一次跟我们来露营的还有 Jeff， 看看 Jeff 他搭的帐篷这么大一个。这里啊，搭帐篷要先放这个护草垫，这边每一个帐呢就是限定最多就是用六个护草垫。你也搭太快了吧，去帮我搭。哎，你们也搭好嘞，是有神队友助攻是不是？对，当然第一位完成的。我看看你们这个租的进去是什么样子。欢迎光临。哇，很大哎、欸！这大小让我想到了我们去爬山的大小。好了，接下来要干嘛？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、欸。用那个棍子啊。吃东西吃得很开心哦。我来看看这里有什么东西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还是请Jeff来帮忙看看。你知道长的是干嘛，短的是干嘛的吗？看看就是这样子的啊，交叉的啊。两个长的，一个短的，短的是外帐用的。哦。短的是外帐用的，长的是支撑这个帐篷用的。它这个就这样把它插在管子的洞里面，把这一根插在管子的洞里面，就可以这样撑起来了。好像很容易哦。哎、欸，然后呢？然后再把上面的钩子勾上去就好。再把这勾一勾就好了。Melody， 那边不是要交给你吗？怎么又交给 Jeff 了？好了，然后你就勾吧。哇，很有样子哎。Easy。都你在讲，刚刚吃东西吃的也很 easy。这个垫子呢是要折进去，不要露出来就可以了。噔噔，完成！我都在录影，都没有帮到忙，就完成了。换这个外帐了。外帐你会吗？我不会啊，这里有一只管。那里的帐篷已经被吹倒了，谁搭的房子啊？被大野狼吹倒了。哎、欸，你的房子是用草搭的吗？外帐，把这四个勾勾分别勾在这个铁环上面。勾在这个勾勾。好，接下来钉钉子。钉这个钉子要用斜斜的钉才行，要完全钉进去。这个要完全钉进去，不然的话这个跑出来就飞走了。好了，搞定。还好我们这一次露营有约 Jeff 来，不然我看我们这四个帐篷应该是放弃了。看 YouTube， 一直看 YouTube。对，一直看 YouTube。耶、yeah, ，搭完了。对啊，最好是你搭的。我们来开箱一下我们这个帐篷吧。好大，你看里面很大，大，这么大耶。哎、欸，你的充气床好大一个，好棒哦！太大了，我放不进去了啦。欸、你这充气床很棒哎、欸，它的这自动充气的在这边、欸，你就这样睡啊，把头顶露出来啊，很棒哎、欸。怎么办啦？再让我笑个十分钟，我再告诉你怎么办。这个人在出发之前还很骄傲的跟我说：“哦，我有个内建的充气床。欸” Melody，、嗯、你看我穿 Columbia 的衣服，我就不用像他们这样子还要把衣服脱掉了。凉感衣。我对这个凉感帽是不会热。比较不会热、啊，我要准备来弄我的仓库了。你看这个就是电动充气的东西，太棒了，就不用用脚踩了。它这个是有三种头的，还不错，不同种就用不同的头。接下来我要来用我这个桌子，这个桌子我买好久了，从以前用到现在，很方便呢、欸。大大一张桌子，然后收起来就小小一个。这个桌子就是这样的，完成。你看它这个好可爱哦、喔，真的。
一个搞笑的沙发，然后放在一个可爱的。等一下就飞走。它这个营区还有冰箱。没有，你看它这边还可以买刨冰。这边还有饮水机、洗手台，还有过滤的水。对啊，它这边还有这个过滤器。它这边还有准备仙草可以给大家吃。嗯。蛮凉的。嗯。我们来看看Jeff的帐篷，这个就是睡觉的地方吗？好大。它这个是一体的、哦。对。它这个还有置物的架。外面还有一区这样子，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吃东西。妹妹，你有没有说 hello？ 一起睡。你有没有跳？你们这床很好哎、欸，很有弹性哎、欸，哪里买的？这个床好大哦。对啊，我们今天一起睡这里好了。那边有一个玩水的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玩水的区域。那这里还有一个水池，让小朋友玩水的地方。三位男士，加油加油！节目搭好了，终于各个王美网帅们已经开始了，每个姿势都摆好好的。我是阵亡的姿势。你看这个，他们这里端午节送的香包，哎，这可以装饰你的帐篷啊、哦。终于搭好了，准备吃饭，大家都想动了，又要煮饭喽。好了，接下来准备晚餐啦，兄弟们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好了，准备晚餐时间，这是我们买的火锅料，这些之外还有这一堆，洗菜去喽。女人事现在都变男人的事了，洗菜咯。看看这年代，看看这年代，我们是心甘情愿的啦。备料完毕，开始晚餐。你在做什么？哎，没有了。哎，坏了吧？换我了啦。没有了啦。好了。我在用热压吐司机煎牛肉，我确定这样能不能？能不能？应该就可以了。煎好了，热压吐司煎的牛排。得了，这样现在是桌游时间吗？对。你要解释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吗？有预言家、女巫、狼。听你好认真在讲解这游戏规则，我看全世界人应该都已经会玩这个游戏了。觉得怎么样？来第一次体验露营，还可以啊。我一来露营，就是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洗完澡的这个时刻嘛，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凉凉的。对啊，然后可以这样子坐在这边放空，然后跟朋友这样聊聊天。而且我觉得这个露营区很不错，它就是不用开很远的路，我觉得蛮适合新手来的。新手想要来第一次露营的话，可以来这个地方。现在洗完澡，大家都已经在呈现放空的状态了。好啦，我们要睡觉啦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早啊，起得好早、哦，我们今天六点就起床了。被练醒，好的，我要做早餐了，一个维的，一个巧克力的，热压吐司。老板，我要一个鲔鱼三明治。我来看我这巧克力的牙吐司、你这弄得还蛮漂亮的。哦，来看看，好像有模有样的、哦。这要做失败也很困难的、啊，这个再不打开可能要超回答。哦，刚刚好。好像可以耶，超回答就留给祖龙吃。换高德宇下厨，看看高德宇表演一下。哇塞，有模有样哎，嫩蛋的样子。我们这次露营根本就是装备没有带齐，然后各种突发奇想，但是用那个热压吐司机煎牛排，然后还有用那个别人吃饭的碗来煎蛋。哎、欸，早安，祖荣哥哥早，碳化过早。鲔鱼蛋吐司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那要先看蛋有没有。看起来 Judy 也是没有十足的把握啊。是没做过，但是大概八分九也可以。你看。有吗？有啊，有熟啊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它虽然被搅碎了，但还是蛋本人。对啊，蛋白有蛋黄的。但是弄的面包也比较脆耶，比刚刚的脆。好啦，不错，哥哥，好吃。坐在这里比较冷。是啊，还有小朋友在旁边泼水。齐汉，换你唱歌。爆汗水，冰淇淋还是麦克风？放大声音，然后以为是我在唱。他还会阿卡贝拉嘞。你说接地气。他会嘎嘎喵喵。他超会啊！哎、欸，你模仿蟑螂叫一下。蟑螂最好会叫啦。蟑螂是人在叫吧？蟑螂。模仿一下猫哭的声音。
乌鸦。口渴的乌鸦。我上的断肠，我读的夸张，唱一行梦缠篇。哇，你看这小朋友看得如痴如醉啊！被吓到了，真的不然朝对岸听音乐，然后就突然变狗在叫。好啦，定城露营区，拜拜。